我一级先学个E。一上来啪啪啪，一上来掏一下啪裂裂啪，眼炎好了，拿下了。哎呀，我应该死不了呀，他有闪现啊。哎，他怎么有闪现呢？很奇怪啊。挡地图了，看看。啊！兄弟反目，你们成仇！你咋不打他呢？干他呀！刚才我打个上单，他妈二级抓；我打个中单也抓，讨厌死！真的，打哪都抓，恶心死！裂儿，抠一下，抠空了，抠不空是不是死了？哎，主抠，我抠命中率可低了，不行，我抠 W 对点了。任何手段。抠清线的，我觉得这英雄不主抠清线也快呀、啊。上路赶快一波，矛盾终会引发真理。在这徽章草丛里呢，咋的呢？厕所，哎，这上而下，从头到脚，为啥寒冰才二级呀、啊？上来就挂机，这兵儿给你补的，补的可不太好啊。
随便打吧。狗和地牢。链儿过来 ，A 抛平 A， 没办法，这 A 力气只能杀，收回来，还行，我差一丝儿。哎呀，这技能命中率有点低呀、啊，这不行啊！从现在开始啊，我的技能将会一个不空。给你编，他们对峙，很明显啊，这海隐跟我旁边呢，没来啊，一链儿过来，抽一下。我抠一下，一下链儿过来，一边霸住，抛一下平 A。链儿过来，抠一下平 A 死了，早不加血，加这么慢。哎，我那打人老剩一身血，我都服了，真的。下路 ADC 也剩一身血，打中单也剩一身血，全剩一身血。有这么好剩一身血吗？区区太低了。我站那儿等啥呢？我等技能呢？我站那儿等啥呢？我站那儿给人平 AA 死。咦，扣一下，链儿。扣一下，一下一过来 A 掏平 A， 再 A 扣一下。链儿过来，掏一下平呢，抽一下，哎一下飞哈，先跑一手，一过来，哎一下，一破两破，Q 他，算了，走吧。没地方去，下路来了，好像。瞅一眼，
来个蓝林汉的苦楚，他在被套上绞索也不是第一回了。不行，真得走 W， 走 Q 我有点玩不好这英雄。就这个塔都能空了，就我都搞不懂是音乐啥。一边两边三边几个人，这来个人呢，我操了，真是没法玩，来个人呢。一下链过来 AQ， 这不全杀了吗？给我杀抠一下，抛一下，平的 A E A 链儿，验死了。看看中塔能不能拆，这锤石是不是有问题，是不是有精神病啊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，我抠你一下啊。好重，一下掏一下链一下 Q 一下 A 接掏一下接大招平 A 点烟再平 A 把塔拔了 A 一下链一下掏一下 A 接 Q 接平 A 太打我呀，别打了。地牢让我向往天空。回家美甲窃魂卷应该是无敌了。好勾富人没有羊群，一根棍子的穿也有愤怒的，是时候轮到国王出手了。
我等级好低呀、啊。打小龙，血统越是高贵，味道就越甜美。可以打，这剑姬如果要干你，我们可以来。一旦见过了真脸，你上来磕一下。我的猫跟人跑了，它跑跑吧，它去吃剑圣经验总比吃我经验好啊。看有没有视野啊。这没人呢。哎，往这走。往这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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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这走。一下链过来 ,A 接 Q, 接 A 接掏，接 A 接 R。接钻入身体，接点炎闪现，扣一下，真他妈的人是真多。好弱呀，塞巴斯，杀一个都费劲。闪晚了，闪的早一点应该死不了。伤害确实低，这英雄得有装备，没装备他真不行。单带带一会儿吧，马上十二级了。这猫一走，你们发现没有？我等级立刻就上来了。大龙来了，可以打。德玛西亚却将我打成了罪人。哎，出行 ADC 接死，赶紧过来，给个梅家窃魂卷的助攻。
走啊，走也行，走吧。他们关进去的是个男孩，却放出来了一个杀手。小龙。一下掏一下 A 一下练一下 A 接扣接平了掏一下 A 一下扣一下 A 一下 E 一下练回来点烟掏一下 A 一下扣一下 A 一下中一下练过来 A 接扣好重啊这剑不守了不守算了吧这英雄玩不行玩。